What?能力没有之前那么强了，压制能力也没有这么强。哎，黑波想拼一波，但这个拉姆这个位置吃太多技能了，这边有点危险。反手给点燃，想要杀 Mistake 吗？闪现躲了，闪现挡了一个石头，但是后续 Mistake 这边应该是杀不掉的。对，而且这边他回了一口血，直接线上拿一个双杀，还是把这个拉姆杀掉了。再看一下这波 ，JK 这个位置，就是现在还好，但是这一勾直接是被舔到。乖乖挺到，虚弱、减速、闪现，各种技能全交。这边闪现挡，但没用，还是伤害够的。我还回了一口血。哎，先拉一下距离，没能够被派克换掉。哎，这边绕过来了，看一下这个位置有点危险啊！宝蓝这边一技能躲掉了这个节俭，悲伤一技能挂天贴到宝蓝脸上，宝蓝这个位置能走掉吗？还在扛，还在扛，这一波好像要被换塔。那个这边闪现还没有好，这波得及时撤了呀。酒桶有一有闪，徐若被套上，想要先手 Missy，但想的有点多了呀。这个其实比较少见。来，不在上路直接开大招，想打 POSS 这边反手撞大招，再一个 Q 技能没有击飞起来，给到点燃紫帅这边且战且退，实在是不太应该。对，想找三的麻烦，三手闪现的过来，掠食者追着走。这波先 W 再顶，再跟 Q 技能，这样 POS 比较难走了。卡一下 Rook 回线的一个位置，但紫帅这个位置看一下，直接想上是有，大招应该是还没有 CD 的。血这边过来，但点了一爆炸果实走掉。看一下紫帅这边，紫血被一炸没有收掉人头，而且也没能烧。是的。宝蓝这边支援过来，但是被卡草有视野的减速到血，一个桶子没有炸到。后续宝蓝还想要留 POS 这边很肉啊，宁王这边马上要死了，宝蓝也只能被逼交闪现。这一波是，这刚才紫帅大招没好啊。而下路这一波辅助不在 ，JK 过得很难受 ，Mason 直接冲上去又逼了一个闪现，直接闪现跟上继续舔，想要把它吃回来。那这样吃回来应该没了啊，就是 IG 其他四个人在上半区搞事情 ，JK 一个人在下路。一直抗压，抗到这个塔要被推掉了，而且马上就要被推掉。这种局面对于 IG 来说打得太乱了。对，刘翔在侧面做一个牵扯，派克过来，飞天落地，虽然被杀死，但是正面的话，一个飞机，一个塞恩，塞恩在这个狭窄的地形里面顶在最前面，草丛里面蓄力一个 Q 技能，虽然过来一个宁王，但是大招炸空了呀。是的，西野这边也很冷静，这个大招出手并没有选择去扭身躲。对，西野这边技能好了，逼了一个派克的闪现。哎，包括回到线，对，也是被 IG 控下来。这波是想抢一下，看一下，但被节俭到了。这波宁王很危险，下去有点早了，被秒掉了。那稍微早了。哎。时间只剩下半分钟，杜特要消失了。而这边紫帅直接闪现大招，这边是单杀掉了 Mistake， 但这波再打的话 W 要炸了呀。看一下 POS 这边自己一个人也没有办法，因为他在这个龙坑里面 W 是不知道这个东西回血了，好像是的。但是悲伤这边过来了，这波有点危险，抢掉了前锋已经拿下来，这个再次回到上路发育。这波再看一下紫帅这个位置，他是没有视野的，但是他猜到了，对，猜到了希维尔从线上消失是往这个地方走了。这里 POS 的一个秒表也是交了出来。Mistake 刚这边其实物抗装也已经在补了，在补了。我看一下下跳龙的时候，哎，紫帅这个位置被蹲到了，接剑直接截到，紫帅被秒了。这一辆车开过来，没有后续的追击能力了。哇，这一 POS 这边可能比较难顶，哎，这边又被截剑到了，要被秒了呀，宁王。
一个技能也是被小蜘蛛挡了下来，但好在没有什么太大问题。Rook这边也被 poke 散，这边一勾没有勾到人， Rook这边只能交出闪现，宝蓝也交一技能，但是凯南这边进场的环境不是很好的，还是秒掉了七叶。但是秒掉了七叶之后，西贝尔这边状态还是不错的呀。哎，但是西贝尔现在残了，后续虚弱给到了 Jack 这个闪现，应该是一技能躲出了这个 Q。Mistake 这个位置还是杀掉了宝蓝，但后续 Jack 大武想要收割，一技能过墙直接收掉了下路栓柱。是在大招马上结束的时候，泽战闪现过墙，是大到了对方的一个吸引。等一下，这波想要追击，但泽战这个位置开大招想过墙被节俭截到了，这波悲伤也立了大功。这波如果没有节俭截到的话，而且感觉双 C 都很危险。而且这波 Mystic 如果没有那个秒表的话，他也要被杀掉。是的。后续是被派克大招斩了一下，挂了个点燃，然后被吃了，但是死在了肚子里面。后续 Jacky 这个好像是闪现过墙，这一波哎，这边又打起来。我们看一下紫帅这个位置，直接秒掉了蜘蛛。这闪现是不好针对到 WE 后排的。是的，坦囊这波是有 TP 的。我们看一下 IG 这边的视野吧。哎，这个位置有点危险啊，留住了 POS 这边是很脆的。刚才就说到了没有物抗装备，但好在复活起来之后还可以继续打。看一下宁王这个位置也被留到，那这样的话宁王一旦死掉，WE 这边是可以开大楼的，但凯南这边进场了 ，Mistake 要被斩掉 ，Mistake 被斩掉，但是西叶这个时候状态还不错呀。这边被节俭到，泽沙也被秒掉 ，Mistake 还有三秒复活。宝蓝这边过来，想要配合队友去要撑一下，但好像来不及了。西月儿这波。大招还没好。哎，这克拉武这个大招刮出了非常非常高的伤害。看一下宝蓝这个位置还想要留吗？这边老司机直接开车配合队友进行撤退，回城了。先行回家的西叶也是来到了这边，但是侧面的晒这个位置，但宝蓝已经被 Mistake 收掉了。Mistake 这个位置闪现 AW 再收 JK Love， 这都是什么输出啊？德善这边只能交了加速球逃跑了。这场比赛 Mistake 太肥了，太肥了。中路，那这样的话，在阵亡三个人的情况下，看一下中路的高地是一定会被破掉的，一定会被破。这波有一波的机会吗？这个时间看一下，感觉有点悬吧。侧面的话的晒这边还在作战，那这样的话正面只有一个人呀。是的，这里是被留住了。这边大招被逼了出来，这边被塔姆吞到肚子里，开启一个金身，但也并不能解救这个危机啊。哎，这边还要秀云主蜘蛛，但蜘蛛接剑过来一发 Q 掉，被泽山闪现躲掉。Rook 再过来，北上这边一个接剑命中 Rook 这边推一个大招，北上躲开大招的范围， Rook 再一个 W 技能是堪堪逃出升天，但是家里怎么办啊？家里已经被 WE 大军压境了，全部都是残垣断壁，已经没有办法再去挽回这样的一个局势了。那这场比赛我们可以恭喜 WE 2-1战胜了 IG， 完成了这场 BO3 的胜利。好的，欢迎来到赛后采访。恭喜 WE 赢下了今天的比赛，我是主持人心仪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和哈皮一起进入哈皮欢乐时光。那我们请到的呢是 WE 的打野选手悲伤，来和大家打个招呼。大家好，我是 WE 打野悲伤。欢迎悲伤。那赢下了比赛，听起来精气神也是非常的足。那第一个问题，今天在主场赢下了 IG 战队，那并且是拿下了 MVP， 现在有什么想说的？就第一把打得不是很好，然后第二把把自己的东西打出来了。第二把把自己的东西打出来，那么第三局呢？第三局也打出来了。也打出来了。其实很多粉丝啊，大家都说悲伤，看起来你每次赢了比赛采访的时候看起来还是有点悲伤。那今天想问问悲伤，今天悲伤吗？今天挺开心的。今天挺开心的，那多笑一笑好不好？好，第二个问题呢，其实今天看到你的三局拿出了不同的英雄，也是针对了不同的路线。那每一局是怎么样去选择不同的针对的人呢？就看阵容，然后看对线情况，然后来定制打野路线。根据不同的一个阵容来定制打野路线。那么其实第二局我们看到悲伤的奥拉夫发挥的是非常的亮眼，并且是拿下了 MVP。 那怎么样评价自己奥拉夫的发挥呢？中上吧。中上。那满分是100分，大概是有多少分呢？
70吧。另外30分要在哪里去弥补？就死了两三次了，就感觉不太爽。哦，不太爽，那我们下次争取拿个满分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其实在第三局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在23分钟你的蜘蛛是在小龙那边的河道有一个主动的开团，是将对方的打野打到了一个残血的状态。那当时的打出了那一波3换4，你们是怎么样决策的？为什么突然就冲上去了？因为看见对面的那个打野在盘眼，然后就过去打了一套，然后就开起团来了。对，所以还是自己抓住了这样的一个机会。那么还是最后一局的最后一波也是制胜的关键，你们当时是怎么样去决策几个人去在对方的红 buff 也去牵制另外的几个人来拆家呢？当时是怎么决策的？谁来指挥？当时指挥是西叶说一波的，然后我们就执行了，然后我们拖住了对面，然后就一波了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是来自哈皮潮玩社区的水友提问，想问到悲伤的是，队内最精致的男孩是谁？为什么？是 Missing 吧，因为就只有他了。就只有他？那主要的，你觉得主要为什么会说出 Missing 这个名字呢？就我不知道要选谁了，就他吧。因为可能是因为峰峰最近换了一个比较帅的发型，是不是？我换发型了也变强了。好，我们再次感谢悲伤来到我们的赛后采访，让。Dancing to